运动前要记得热身，运动完之后要记得收操，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蔡佳云。那我在《女孩上场二》里面饰演的角色是蔡乔云，阿云这个角色。那阿云这个角色呢，在戏里面，很热血，很乐观，然后又是一个很多愁善感的人。那我觉得就是更多的阿云就。请大家在《女孩上场二》里面慢慢的挖掘，对，然后想跟大家说，运动前要记得热身，运动完之后要记得收操，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哦。《女孩上场二》四月一号起，每周一、二晚上10点，在客家电视台会播出。